哥，昨天我们刚开了一个快乐城，拉快递，快递小哥走起。好嘞，快递小哥安全出动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大箱子里面又有什么好玩的。进门去。哇塞，这个包装也太精致了吧！月亮神，哇呀，这个好重啊！一辆推土机，它的包装啊比之前的还要精致，尤其是这个提手这块还是橡胶材质的。这个我们一般都叫推土机，但实际上人家的名字叫什么？重载机。同样的，它也是1:14，和我们这些都是搭配起来的，而且还是核心材质。来见证一下今天的这个重载机到底。怎么样？哇！哇塞，这个好重啊！遥控器，女神，它的遥控器和我们之前玩的翻斗车差不了多少，但是呢，它的这个遥控感更加的花哨，虽然还是金属材质好像。然后我们这个大推土机，哇，真的是好重啊！前面的这个铲斗，合金材质，听到这个声音没？哇，杠杠的。它的这个驾驶室你看也是，其他的呢都是一些电动装置，但是呢它这四个大轮胎太服气了。来，我们之前的翻斗车对比一下。来，小屁你抱起来。哎呀呀，抱不起来。瞧这两个尺寸差不了多少，但是你瞧这个轮胎明显就感觉这个推土机太霸气了。来，我嘞个天哪，这个估计有六斤重，小屁都有点抱起来了。来，我们把电池给它装好。嗯，好的。现在我们工地的铁三角已经全部凑齐了，一个负责拉，一个负责推，还有一个负责拉。有了它三个存在啊，那基本上整个工地妥妥的就搞定了。在这三个里面，最贵的就要符合我们的推土机了，因为它的合金材质用了大部分，省1000块钱。这两个稍微就便宜了，一台8000块钱搞定。之前我们测试的这条翻斗车是可以拉动小 P 的，而这次呢，装载车，小 P 想不想坐它？想，坐它。来，我们测试一下能不能拉动小 P。打开开关。Subscribe! Double kill!
kill! Quadra kill! 我们俩这个技术啊，必须得好好练一下，因为实在是太差了。小P，那你接下来就要负责这辆卡车，舅舅负责挖掘机，然后我们把这些砖块都运走，好不好？处理一下工地现场。打工人小P上线。这技术，哎，去山东蓝翔吧，连夜买票去山东跳，走起。